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期一档，我是 Coco。 人需要你的时候啊，才会给你三个暗示，男人别不懂哦。第一点呢，就是不停的给你发消息。人需要一个男人的时候啊，他们会不停的给男人发消息。男人千万不要觉得女人这是在没事找事哦。一个女人呢，如果不需要你的时候呢，她完全就没有必要这么做的，除非呢她想从你的身上获得的其他东西，这就值得你自己去考虑了。如果呢她总是对你的付出视而不见，如果她总是对你给予的一种物质财富全盘的接纳，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她给你发消息啊，未必是真的需要你，而是呢需要从你身上来获得一个利益。抛开这些，如果一个女人无条件的经常性的给你发消息的话，并且呢言语间都透露着对你的喜欢和信任，那么你千万啊要明白她的一个心思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经常性的约你出门。女人需要一个男人的时候啊，她和平时她是不同的，特别是有一些事业方面的一种女强人，她们平时啊都是冷冰冰的，但是呢当她们真的有需求的时候呢，她们跟平时啊她就不一样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她往往是主动的。女人的主动呢，其实就说明了很多的问题了。女人经常性的约你出门，肯定不是没事找事做啊。女人呢能够主动的约你的话，首先说明她内心呢她是信任你的。如果她约你的次数比较频繁的话，也说明呢她肯定呢是对你有好感。一个女人呢经常的约你出门，说明她对你是有想法，是有需求的。这一个时候呢，如果你的想法和对方是一样的，那么一定呢要让对方感知得到，因为只有彼此呢都喜欢都主动，感情才会有一个好的发展。第三点呢，就是主动的向你诉说一个情绪。很多的男人呢，平时看上去都挺聪明的，但是到了感情方面啊，他就犯糊涂了。这样的男人呢，经常容易呢错过大好的姻缘。好的姻缘呢，是需要自己把握。很多的男人不理解女人的爱，不知道及时的去回应女人的爱，导致错过了很多真实的一种感情。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呢，她总会用自己的一种方式去表达，或许呢是突然呢多次的联系你，也许呢是主动的说出自己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情绪，这都代表着她的一种情感走向了。男人就要知道，如果一个女人呢主动的向你诉说情绪的时候，这就说明她的内心已经信任你了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，如果你对本期的话题有任何好的意见，期待你的留言分享。同时喜欢我们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订阅、点赞加收藏转发，下期再见了。